我上次买了一些羊排，从今年8月花了800一只块钱，一只七十五块钱，又买了七十个连鱼排，花了300一只块钱，一只是3块钱，加起来花了1120块钱。今天就做一个羊排炖羊排，羊排处理一下，豆角粉。 都剁好了，你把它切一下，最厉害的是掉，这个有腥味的。很多那个，这个做个鱼泡特别腥的，杀的时候这个鱼泡都烂掉，那是太浪费了。草鱼一斤才几块钱，鱼泡一斤40几块钱，草鱼当中最值钱的就是鱼泡，就这个鱼泡。 全部洗好了，做两个够炒煮的。来，底下个，这边炒煮鱼泡，做一个炒煮鱼排，香香，老酒，我看看一下，离开了，炒煮好了，要起来。 这边鱼泡也焗开了，要蓝鲸再切一片，倒入倒油，鱼肉下锅了。 倒个一百个饺子了，一票吃够了。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我看看一下，再倒8个饺子，吃吧，打那个。好好好好好，够了够了够了。熟了呀，吃够了。 啥子葱花？一块炖安排煮好吧。看这个安排。 来自己炖肉，来，俺来炒的，来自己炖肉，鲜，做只鱼泡。 蒸起来里面是脆脆的，就是看，哇，这个鲜甜，特别鲜。哎呀，啊，哇，要那鲜，我看。 越生了，比较已经很鲜多了。哇！
你把家里清洗。嗯，这上面你把家搞的。啊，来，一点都没意思啊，不是的，不能干活的，不能。看看什么都。这个正着跑，感觉很硬，一点气都没有。你这你看，全部都说，都是做饭吃饭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我的视频给我点关注。谢谢，拜拜。